我是河北吴桥王所铸，特地来向梁大侠请教。兄弟，手下留情。得罪了。 凡是短刀的人，出手一定快于常人。你只有比他更快，才能占先机。 枪则是先松后紧，出刀时看似缓慢，最后一寸却猝然发力。
真快，这秒刀。养狼。咱把你给弄了。好，俺也看看你咋把俺弄死。预料的消耗的要快。难道这也是做给我看的？唯一的难度是你的体力，如果他第一个上，你在30周内
应该能拿下他。如果他最后上，则有些麻烦。任何善心，最后可能都会送了自己的性命。你只有比对手更狠，才能求得生机。真是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父老乡亲，各位老少爷们儿，各位父老乡亲，经过三轮紧张激烈的比赛，咱宁晋的民族英雄用自己精湛的刀术捍卫了天下第一刀的称号。下面俺宣布，本次比武大赛的冠军就是咱宁晋的天下第一刀梁永生。娘的！